赶紧撂点闪电，撂点闪电。啊，那那是月亮。是吧？那那还飘出来一点。看，你看，你看那那点肉。看看看，这点肉就往石头上来，你看这点肉，流血。看那，看那，黑色的肉里面有块白色的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月亮在这块，这是月亮，奇怪，这是奇怪。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快快快！哎呀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月亮吗？看我们永安村的上空，永安村的上空，这是什么云？谁见过？你有出去哈？有出去哈？空看过来，我这是走漂亮，走漂亮，走漂亮。我看见我才给你们打的电话，下来了几朵云。